好呢題咧就問邊個咧會增加個 labor force？labor force 即係 labor supply， 咁啊即係咩食熱啊話？拜拜，前面我哋行先啊。好。就即係話 man 增加或者 hour 增加，咁都係答案啫，或者兩者增加都得啦。當然，咁好快睇埋啦。A 咧就係讀書讀長咗，今次就唔會啦，應該就係 man 咧就會減少。咁啊多第二個啦，啊多咗一個要求啊 ，increase 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 啊，投資要求咧高咗，咁即係話你入口嘅人少咗，咁就 man 就唔增加啦，係就唔變啦咁啊，或者增長得少咗咁樣嘅。咁所以都唔會增加啦。好啦，然之後 C 啦，你可以增加咗移民入嚟嘅配額啊，大陸嘅人移民入嚟配額，咁即係 man 就會增加咗啦。咁啊 D 啦嚇，引入咗最高工時，咁呢個即係 hour 咧就下降咗咯，所以答案係 C 啦。